第九章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。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忽然周围一看，不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。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，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。他们就问耶稣说，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耶稣说，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，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，被人轻慢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也任意待他，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，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。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，就跑上去问他的安。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？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，夫子，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，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是不能。耶稣说，哎，不幸的世代呀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他们就带着他来，他一见耶稣，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耶稣问他父亲说，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？回答说，从小的时候，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，就斥责那污鬼说，你这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那鬼喊叫，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，就出来了。孩子好像死了一般，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，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耶稣进了屋子，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？耶稣说，非用祷告，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他们离开那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不愿意人知道，于是教训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。门徒却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他们来到加百农，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。耶稣坐下，叫十二个门徒来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来，对他们说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约翰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，反倒轻易毁谤我。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凡因你们是属基督，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
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扔在海里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弱于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弱于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。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弱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。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